欢迎收看阿平的能不可以观众。今天我们来看马桶人多重宇宙。上一集我看到泰坦失踪了，和泰坦监控人呢被马桶人围攻了，他们陷入了苦战啊。在泰坦监控人呢要被杀掉的时候，泰坦音响人以全新的造型回来了，他现在实力非常强大，一瞬间呢把敌人给消灭了。在另一边，我们回到过去，在十二集的时候，原来女王和马桶人是第一次见面的，虽然他们立场是不一样的，不过他们有同一个计划啊。到底他们在计划什么呢？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看吧。OK， 那今天呢我就不废话，那我来赶紧看第36集吧。 Let's go。 一号，这是马桶人的基地吗？感觉像监狱的这个地方。哦，哎，泰坦电钻人。哦，哎，有可能哦，你电钻在这里附近吧，对吧？现在泰坦电钻还是被马桶人操控中了，不过就是就是因为他女电钻被威胁了。哦吼，博士跟泰坦电视开战喽！哎，这些干部等级的，该不会泰坦电视会死在这里吧？会被围攻吗？哦，在另一边。哦哦，这个监控完他们的小队在这里啦。这个哦，无双，我们现在是无双啊。哦，现在应该是要去拯救女电钻了哦，肯定是去救女电钻吧。啊，拜托拜托，一定要救出来啊。大字哦，这个马桶好大哦。哎，暂时没事。哦 ，What the hell？ 哇，这是改造过的马桶了呢。上一次上几集的时候，还有苏洛凤是什么病毒吗？我变成好像僵尸的马桶人了，强化马桶人。我感觉上很强哎哈，要吼！你监控好帅啊，这武器新武器，哎，不完全没事哎，好强哦，这个马桶人。这只是普通的马桶人而已耶，被改造过而已。我现在暴走了。哦哦哦哦！哦，暂停时间是哦，你失踪人。耶，看到吗？那个女电视好可爱哦。耶，成功了。啊，如果你失踪人没有在这里的话，他们应该是会陷入苦战哦。强哎，马桶人，哎，只是一个而已哦，各位。啊，如果有很多个的话，不是完蛋。哎，看不，还有四个那个改造过的马桶人哎，哎，完蛋，他打得过没有吗？你去转，果然是在这里啊，我没有猜错。怎么回事？ This place shall be your grave。 哦，开始哦，五打五吗？还没有了哦。哎，那个声音，你电钻通知这个泰坦电钻吧。
泰坦电钻终于可以行动了，不用听从马桶人了吧？这一次他可以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行动了，希望是吧？不过呢，还有另一个可能是，这个女电钻是假的吧？会有可能吗？然后现在如果要救这个女电钻呢，必须要对抗这四个改造过的马桶人了，一个都很强大了，加上还有四个，还有这个干部等级的马桶人，谁来打啊？我这太惨，好吧，希望女电钻呢会没事，会被拯救吧。还有之前这里呢，博士要跟这个泰坦电视呢开战，我觉得呢泰坦电视呢肯定会胜利了。不过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居曼呢？居曼应该差不多出现的吧？我觉得应该会，博士要被打败的时候呢，居曼出现，然后奉献你的心脏竞技居曼吧。OK 吧，我们就期待他下一集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幕后花絮吧。那首先呢，我们一看这个假如泰坦时钟人在第25集出现。25集是说什么了啊？我忘记了哦，就是这个泰坦电钻呢就要把这个电控人杀掉了。如果他出现的话，哦，是新版的嘞，可以瞬间解决掉这个泰坦电钻人吧。对啦，你看可以直接阻止他行动了，果然是强啊，泰坦失踪人。我们先看完假如的系列先吧，才来看幕后花絮吧。假如泰坦电钻人赢了泰坦电视人，哦，这个蛮有趣的耶，如果他赢了的话会怎样呢？哦，当时他就是发射了能量波，不过他打了，会怎样呢？哦，他直接闪掉，可以哟，有这招耶，哇，不错啊这一招，完蛋，这些泰坦电视直接死掉了吧？你看，胜利了。哎，说不定哦，其实泰坦电钻人呢，其实有实力打败那个泰坦电视人的，只不过因为女电钻呢被威胁了，所以呢还没有用完全力啦。不过这只是假如，所以我们就看下一集吧。下一个假如是泰坦时钟人如果被寄生了，我这个蛮有趣哦，也是。那么被寄生的话会怎样啊？哦，这个鞋它会行动了，会动了。哦，完蛋，世界 ！Oh my god！完全是全部死掉欸，马桶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了。喂，这个很有趣欸，老实说这一集超有趣的，真的超赞的这一集。哇，那我希望啊，真的你可以以后可以出一个系列啊。欸，这个假如呢该不会是未来时钟人的看到的过去啊？有可能哦，这有可能。哇，真的超精彩了，希望他以后呢有更多这样的类似的如果的影片啊。OK， 那么现在呢我就看第30集的幕后花絮吧。哦，这一集就是泰坦时钟人刚刚回来了。哦，原来他后面操控了这特效吗？哎，等等，那个，这个监控人可以吃爆米花吗？他不是机器人吗？哦，现在这个操控这个 CGI 的监控人还要离开了，事情做。哎，等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改变的吗？啊！哎，等等，不要有版权啊！这个音乐，哎，不对不对，如果你要操控特效的话，应该要变成这个样子才对吧？啊，帅多了，帅多了。OK， 31集的特效。啊。好，下一个哦，这是那个无声救了这个女音响啦，赞哦。Thank you, Plunger, for saving her. 哎，这不是那个解说吗 ？I'm so thankful to you that I want to personally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you in private. 他吃醋了吧 ？No living being except you and me, so no one can witness my incredible gratitude towards you. 啊，他应该吃醋了吧？因为他喜欢女音响啊，应该是吧。
OK， 32集。哦，这个时候，怎么走掉了？怎么离开了？喂，这是谁啊？另一个版本的监控人吗？另一个宇宙吧？另一个宇宙监控人也是另一个系列的啦，不过那个系列的我没有看啦，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看啦，所以我就没有做那个系列啦。33集啊啊不哈哈哈哈，等等，操控失误啊，倒退时间哦 OK，工作上的操控失误了，哦，这输入阿力的能力耶，可以哦，这一招赞哦。如果输入阿黄的能力呢？阿王泰坦电视人34级，这里带下去，还不会飞上宇宙吧？啊、还真的是耶，哈哈哈哈，哎，等等。要去哪里啊？机器坏掉了。我只能说 RIP 泰坦监控人。OK， 35集。哦，这个导演很久没有出现了，该不会等下又拿什么加特林出来吧？哦，泰坦音响还在练习吗？别吵我了，现在多少点啊，很烦耶、欸、可是我我要出场了，所以要赶紧练习啊。这导演哇，第一次原谅他们耶，果然如果没有恶搞他的话，他果然还是个好导演啊。 OK， 那么木花絮呢来到了第35集而已，那么接下来的木花絮呢，哎，我们到时再期待期待吧。 OK， 那么我就算是看到这里先吧，那么各位你们觉得这一集如何呢？留言区告诉我吧，那么我们就拜拜。哎呀呀